巨头一起签字的六点共识当中，白纸黑字写清楚误差范围内算侯科佩，柯文哲也签名，结果现在主战派到处说是要让6%，这样算不算放假消息呢？难道主战派真的很害怕蓝白合会整合成功吗？施老师怎么看？而且像这种谈判通常是这样的，就是重要的领导者是做原则性的，然后呢他背后的幕僚，然后还在继续做接下来的谈判了。我也讲一下，北爱尔兰这个和平谈判是可以过，是因为这个三方以外呢，背后还有美国，还有欧盟在那边啦，所以才可以。波斯尼亚某种程度也是强权在那边握，要他们握手了哈。所以叫拜登来调解。OK， 那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没有像 Michael Cohen， 他是主战派的。后来他回去被暗杀掉了，所以你知道这是很严重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？我是觉得很奇怪，你知道他这一次用淘汰的方式嘛，有点像陪审团嘛，这个不要就不要，然后后来变成偶数嘛，好，但是因为陪审团是要全部共识结嘛，好 ，OK， 然后回头再讲说到底要用01，你知道01就是这样，有点下棋那个样子嘛。那另外一种是绝对值，我本来以为是绝对值嘛，那讲要变01，01这有点奇怪了。但是就是说，那有一些东西到底这个所谓的3%到底怎么？